太翘。那翘很大、哦。为何无河流啊？哇，这个工厂，几大啊？那个河流啊，大啊！小片啊，你这太泡茶，太泡茶好鲜哦！哎呦，火箭啊，火箭炮！哇、哦，个地方哎，休息站来了是吧？这边，哦，哇，很大很大，哇，哇、哦，小片很亮的一边，哇、哦。拍拍照哦，两个地方，男孩子这边，哦，关枪啊，多刀片，主要还是种植机啊，种植树苗啊，其实嘛三四层高，落梯龙，然后这个东西呢，就比较应该是大部分人是不会知道是什么东西的啊。那你们来猜一下吧，先闻一下啊。这个只有250人民币，只有500克啊。叫做明目鱼，就是对眼睛很好的啊，对眼睛很好的啊。这个是珠海的，因为、啊、这个是珠海这一边的啊。这个。按水量它是第二，按长度呢，我们一般就是说长江黄河嘛，长江黄河
啊，但是如果是按水流量来算的话，应该是长江、珠江啊，珠江就是广东的母亲河啊，没有青岛那么出名。对，青岛是青岛，它出名，因为青岛是其实它以前不出名，是被外资收购了。啊，被外资收购了，然后开始营销啊，做得很好。对，广州本地的呢，我们这边本地的呢，就是在珠江，用珠江水来酿造的啊，珠江啤酒啊，以前啊，因为这条江呢是整个广东人的母亲河，最重要的一条江，基本上生活的都是在这个江，要不在上游，要不在支流。像河源的是东江，那也是珠江的支流，上游西边的叫西江嘛，东边叫东江，汇成一起才叫珠江。很多露天雕塑哦，啊，对，啊，东江就喝东江水，对不对？啊，香港就是喝东江水。啊，香港楼上的公寓，现在不是吃，但是西江、东江它都是珠江的支流啊，所以它也是叫珠江。全部都是印度哦，晒衣服的，印度晒衣服啊。我在广东就是，它是那个万绿湖水库里面一个，对，东江的一个万绿湖。烧鹅。中国农业银行 ABC 有代言人。哇，很特别。最大的名字哇，共饮一江水了啊！这边一转就是到海边了啊，珠海，到海边了，看到了啊，然后呢再经过那个岛，那个桥的这一端就是香，这一端呢就是珠海跟澳门共用啊，远远看到那个桥了啊，很长的，看不到尾的。去澳门不用，去香港啊，去澳门也可以，但去澳门的话就不需要上这个桥。啊，不需要上这个桥，只是通过这个海岸，然后也会看到很多的岛啊，看到很多的岛，因为呢，珠海呢是有一百多个小岛，叫百岛之势啊，有一百多个，你看这里随便都看得到一些小的，在外面呢还有更大的啊，就是上面会有镇子啊，可以生活的那种更大的那一个海岛啊，更大的那一个海岛。这个桥就是刚开通的时候呢，那时候也是很火，很多人来。旁边来，因为这个是世纪工程。最初呢是叫荷兰人建的，那荷兰人欺负我们，狮子大开口啊，狮子大开口，然后还放狠话说离开到，因为荷兰造桥在全世界是很厉害的啊，一直以来荷兰人造桥都是全世界顶端的，所以当时跟政府谈判的时候呢，他们狮子大开口啊，要四千亿人民币啊，四千亿人民币，然后呢还说。要是离开他们呢，我们中国人一辈子都建不起来这个，因为这个桥很早就有设想的，当时刚解放的时候就已经有设想，结果一直都建不了啊，所以他们就发狠话嘛，然后政府呢就很生气嘛啊，政府就很生气，然后他呢就把所有公司叫到一起啊，比如说十几家都是做水泥顶尖的，你们组成一个集团来攻克这个水泥，做钢筋的又十几家，全部做钢筋最顶端的公司，你就研究每个公司研究你最擅长的东西，这样组合起来啊，最后呢只用了1300亿而已，他开价要4000亿，只用了1300亿而已。为什么？因为隔几年台风会来修的，这些树啊长不大的，长不大长不高啊，这些是棕树一样的啊，没不打椰子的啊，台风会把它折断的，所以你知道台风有多夸张，所以这里的树从来不用打理，它们从来都长不大的啊，长大了就吹到对半啊，然后它就慢慢长起来，有十多年了，这些树都十多年的了啊，这些树都十多年了的，都长不大的啊，像这种树呢，如果是在不吹风的地方，它可以长很高很大的啊，它可以长很高很大的啊，时常有这里的台风，时常有很夸张的台风啊，时常有都是很夸张的台风啊。高铁站呢，人家深圳坐高铁一出来呢，就可以打一个直升机到珠海，30分钟啊。现在政府在发展低空经济，就是要无人机送外卖、送快递，然后空中的士啊。因为政府发现呢，无人机，特别是这一次俄乌战争呢，是无人机吗？都是靠无人机在打仗呢，不是政府在大力的，本身这个就是中国的优势啊，所以现在就是要民用那个东西了啊，开始就是民用了。哦，那个的，今天还好，今天是周五嘛，如果是周末来也是很多人的。啊，海水就是这样，跟你们说，不是你们想象中那种碧蓝色、湛青色的大海，湛青色的大海 ，OK。
然后等一下呢，那里我们在停车场下来带你们啊，带你们走到这个鱼旅，然后再回去。停车场那里呢有卖一些糕点类的、饼干类的啊类的东西呢，就不要买，吃完会肚子痛。你们逛街的时候呢，大把地方可以买啊。这个就是有客人反馈，我在车上可以说，下去我就不能说了啊，因为有人反馈过，因为这种糕点，因为它那里刚好是吹着海风，又每天日晒的啊。因为待会你们也会去逛拱北地下商场啊，商场里面啊或者街上呢，很容易就能买得到的东西啊。这边呢，就是这边卖的个东西跟澳门一样的，因为澳门的东西都是这边的，就是那些什么杏仁饼啊、蛋卷啊这种东西啊，很容易买到的啊，很容易买到。中山的特产，其实中山的特产啊，但是呢，就是在澳门比较出名。澳门的东西其实跟就是这里过去的啊，就是这里过去的。现在有一家老字号吧，很有名的，你们有没有听过嘴香园？啊，嘴香园就是澳门最有名的。嘴香园它的杏仁饼，它就是中山的，但是呢，当时呢就是动乱嘛，有一卖呢就迁去澳门了啊，所以两边都是百年老店啊，都是用祖先的这个招牌叫嘴香园啊，澳门最有名的老字号就是这个了。哦，这个就是老婆饼啊，也是有。哇，那老婆嘴香园也有做老婆饼的嘛？这个就是鱼女啦，珠海的守护女神啊，她举的是一颗珍珠来的啊。珍珠哎。鱼女像，哎，你不见你的卡吗？好多人哦。我们不是他。要下车了。下。打卡。我去打卡。两项。嗯。还是鱼女的，不到沙子的沙滩。啊，全部是人头密密麻麻的，你真的看不到沙子的，不是说小李在这里夸张，是真的。如果是五一或者国庆呢，啊，看不到沙子的沙滩。啊，没有什么海浪，但是也会涨潮，因为它这里是一个海湾，这个叫香炉湾，就是从如果是从天上看的，就像一个拜神的香炉一样的。这里每一年都有，看大小了。今年没有，还没有来很大的台风。对，每一年隔几年会有一个很大的，就是那种你们那边，因为台风都是从印尼啊菲律宾生成的嘛，所以你们那边肯定吹不到台风的，他们就是从那里生的，要不就是往这边来，要不就去日本，要不就去越南啊，基本上呢就会很夸张的。饮水呢？哦，啊，哎呀，绿茶看哈，料哈，哇，哇，好热哦。去厕所先啊！啊，要小便先。哦，好得意啊，地方。哦。还卖野水。斑马线过马路。十五扣。你要拍完再回来车上就行。好，可以。好，四点十五分了。四点十。OK。好。四点色包装来，你行下对面。吃了吗？那过对面了。对面就开了。哇，这个地图，现在我们在哪里？没有，我们在这边。哪里？哦，这个。啊。珠海鱼旅。鱼旅，请你路，来这边过，这边过来，这边。哎呀，有车，很多电子车，没有，没有声音了。好，过。要骑脚车了。哇！哎呀，我的地方。哦。我在这里上班。好啊。哇，要卖炸水哦，叫了一杯啊。大瓶十元，小瓶七元。买大瓶来喝。买大瓶的。啊。我有十元。啊，给安哥。安哥给我大瓶的。大瓶的十元。哦，这样的啊。哦。哦，这个是大瓶啊。大瓶。OK。哦。
假的。小瓶的是假的。很小瓶，就是大瓶的。哦。小瓶的。慢了，慢了，慢了。哦。啊，好多人啊，喂！人山人海啊。应该炸碎啊！哇，好甜哦！错啊，抽烟。哇，好多人有人上哦，太多了，气到慢。人家中级运动一假期，叫一以后全部可以学来了。哦，好靓哦！哎，这个怎么样？珠海鱼里，哇，好多人啊！真嘅多人啊！人山人海。哎，去那边拍也是 OK 啊，看看。哦。这边拍也是 OK。啊。果然咯，我行程啲人都难咯。啊，果然咧。好多人啊！好多人，好多人。你在哪边？哇，好靓，好靓。太多人了，接了接了，两个相声上了，啊，很多人呢。好朋友们，欢迎来到珠海云雨。珠海十月还原理公司提醒您，请大家自觉遵守防疫规定。平台高峰期人多进勿拥挤，雨天平台高峰期人多进勿拥挤。Let's go, let's go。山顶那边看什么了？哦，什么地方来的对面？好多人啊！好多人啊！啊！好了，看完了，拍完了，上车了啊！够重了。是以你。4:10哦。这人不能过了，像是这边不给过了，给过了吗？不给啊。他要3万我们那边才可以过。那边人啊，那边高啊，那边过在前面，你得乱过，那个中3万。很多电影啊。是啊，好多天眼的，喂，好夸张，好奇妙啊，地方。一下子、啊。好多 AI 啊，天眼啊，好奇妙、啊。哇，他们做什么？抓东西啊。做螃蟹。做螃蟹啊。哎，小朋友放假。哇，危险呢！你看海过来又沉。不会啊。哎呦。退潮了没？现在是退潮啊、好太哦，可能可以太哦。他们讲这个螃蟹是造沙盘。是啊。哦，看看挖挖螃蟹哦。哇，咁都得，小小只的是吧？嗯。贝壳啦，他们拿不是螃蟹。贝壳，贝壳。哎，看到吗？应该是好，这边过了，那边会过，那边车过 ，OK， 我们车在前面，正方喜事多，好得意哦，喜多，龙角，哦，龙角好出名哦，四周围都有，我瑞布也是红牛，红牛，乌龙茶，哇，好多两巴士，数码巴士位。哪两次了啊？第二辆不是好像是吗？好像不是第二辆了，查了忘记了哪辆，忘记了该查牌，什么车牌了啊？这么多辆，哇，好多黑的，搞到啊，看到了，看到了，来来来啊，这导游车呀喂，小小辆，嘿嘿，哦，上车了，上车了，这里上，好 cap 哦。好跳好跳，规定都过五道，
啊，是啊，哪里上？这里上。啊。哦。丢了丢了啊！就这样跟海豚说啊，海豚又很老实，就把这话听了呢，记在心里面啊，记在心里面。回去之后呢，他就一直要玉珠，送一个手镯给他，他说玉珠，把一个手镯作为我们的爱情信物，好不好？我们也不贪心，你有七个，我不要多，你送一个给我作为定情信物就好了。就一直逼这个玉珠说，如果你不送手镯，那就说明我们的情感很不真啊。这玉珠被他逼得没有办法。就只好呢把他的身世告诉海豚，说这七个手镯一看是很漂亮，对吧？但是呢其实是龙宫的管家婆给我套上去的，就防止我失凡心，如果我摘下呢会死掉的啊。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凡人呢对中国的仙女呢很有吸引力的，你看像玉帝的女儿啊，七仙女，还有织女，然后还有玉帝的那个外甥女三圣母，全部都是被凡人拐跑的，所以呢神仙界很警惕，谁家要是有个漂亮的仙女都看得很紧的啊。所以他把这个事告诉海豚呢，那海豚呢可能喝了酒吧，很生气，就说哎，你不愿意给就算了，你不要编这种神话故事来骗我了啊。他转身就要走，那转身的时候呢，这玉珠呢就摘下了一个手镯啊，结果立刻呢就死在了海豚的怀里。这一下海豚的酒呢就吓醒了，他才知道懊悔，听信了别人的啊那些谗言，就是苦要一个手镯而已，害得自己的爱人就这么失去了，所以就给他们建了雕像，一个建在海里面，一个建在山里面啊。然后中间呢隔着这一条路，这条路呢就是珠海鼎鼎有名的叫做情侣路啊，我们现在所走的这条路呢就叫情侣路，就是在他们中间的这条路啊，这条路呢就是情侣路了啊。所以这个就是珠海神话的由来了啊，这是个神话故事了。实际上叫珠海呢，就是因为这边在珠江的西边啊，所以叫珠海啊。珠江的西边，然后又有很多海，所以叫珠海啊，叫珠海。真正的就是，然后这个前面看到的大贝壳呢，就是珠海这片水域里面最有名的一个贝壳，就只在当地才有的，叫做日月贝啊。所以政府把它选了作为歌剧院啊，歌剧院日月贝啊。日月贝里面的呢就是明目鱼了，给你们看，那明目鱼就是这种贝壳里面出的。然后还有一艘像船，像香港的那个珍宝坊一样的那艘船，也是一个餐厅来的啊。珍宝坊已经沉没了嘛，这一艘是永远不会沉的啊。不过呢它也是倒闭了啊，倒闭了。它以前是珠海吃海鲜最贵的地方啊，但是呢习近平上不是疫情，习近平上台之后呢就不允许这些贪官用公款吃喝嘛啊，不可以应酬啊，不可以什么的，然后再叠加疫情倒闭了啊，到现在就倒闭了，很可惜啊，不然以前是珠海很有名的一个餐厅的。哇，这个是歌剧团。这个贝壳呢有绿树的，这个岛呢是天然的岛屿，叫野梨岛，因为以前那边很多那种穿山甲，我们叫果子狸啊，所以叫野梨岛。然后这个贝壳这里呢是人工填海填出来的，是人造的，关掉的。然后右手边这里就是珠海的避风港了，打台风呢你就会看到成千上百的渔船把这一个全部停得密密麻麻的啊，打台风他们就全部会回来这里避风啊。这个时候就全部是出去的啊，所以打台风就很壮观，全是渔船啊，避风港啊，一个海湾避风。对，那个红色的船呢，那边是一个小码头，就是去珠海的那些岛上，因为岛上呢那些居民要出行呢只能坐船来到这里啊。岛上一些比较大的岛呢，上面也是人口不少，有几万人的啊，有学校啊、医院啊这种啊，他们要来市区呢就要坐这些船啊到这一边。倒闭了，还没有人接手，还没有人接手啊。以前它的名字叫德月坊啊，德月坊在这边呢，因为在这边呢看赏月也是很漂亮的，所以以前叫德月坊啊。疫情后倒闭了啊，但目前呢还没有人接手。那一个港珠澳大桥啊，远远的还一直看到那港珠澳大桥的啊，妈的，因为广东人是吃了养，他养狗场专门养这种的。他不是说路边随便抓一只就可以吃的，没有人的那个宠物狗什么什么那些不能吃的，
都是要严格的检，也是要检疫啊、防疫啊，很规范的，规范养殖的。没有了，没有了。八十啊！抖音告诉你，抖音有很多虚假消息的。落差哟！哇、哦，养殖好靓的地方。哦，好多人哦，很多游客哎，好多游客哎。哇，几多人啊？好多旅行团啊，人山人海啊！哇，很美哦，那边顶，哇，那个船很美也是。那边好多，出诶，很多迷恋好多。很多渡轮的。哦，鸭啊，那个是叫鸭。鸭。嗯。游艇啊，叫。哇，那个圆圆的山上面。在哪里？哇，这个是剧院，很美哦。表演戏剧。哇，我们那边上也是可以的。不要不要。哇，多人呢。没有，从这边上的。哦 ，OK OK， 叫什么？电影院、中心广场、大剧院。哦，婚礼广场也有。哇，越多越多。哇，好多厉害，八十来个位。烧鹅食啊！呢度，哇！前面嘅 Baker 美啊，真系好靓哦！哇，好特别哦！哇，靓喺度影相 ，KTV 哦 ，building， 呜，热庙哦，哇，靓！真嘅靓，好啦，几特别哦，哎哟，两只大贝壳，几多热啊，好啦，哎哟，人山人海啊，太旺啦会，好多人啊，哎，走了走了，好，走快点啦 ，OK OK OK， 走了走了 ，OK OK， 又中了又中了。好夹啊！没啊没啊！啊，卖假头发的啊，卖假发的，卖指甲的啊，卖美容的啊，或者剪头发的啊，那里也是一个区域，这样啊，基本上就这些了啊。然后中间一大部分很多就是卖那些零食的、糕点啊啊，因为价格就是要跟你们说一下，就是你们可能。很久没来，现在中国的物价呢其实是涨了，房子只有房子跌，房子一跌的时候呢什么都涨，在以前就是什么都很便宜，吃喝玩乐都很便宜，就是房子贵而已，现在房子是不贵了，房子跌下来了，现在但是对比之前现在是腰涨了，就是一半了，跌一半。洋楼啊，像这种就是大部分就是这种就是小区吧，这种就叫洋楼啊，黄妈妈那种啊，啊、黄妈妈那种是整个院，那种就是自己家起的自建房，她老公就是每天来吃顿饭，她老公也在，她老公时常在后厨那边每天吃顿饭啊，对，他们家是他们家就是就是靠这个做火的，真的是很火的，二十多年了、嗯、当地的人都会去吃的。有些私房菜呢，很多私房菜是你们在抖音一搜就很多、哦、很多是顺德的、这个、有一个吃排骨的也是啊，很凶，还有的店呢是没有菜单的，我今天什么心情我煮什么你就吃什么，你来了你有位置你坐啊，我安排你给钱，你也不要问价，你嫌贵你不要吃啊，你想也没的没有的点的，没有菜牌的啊，厨师呢有自己的想法，比如说你想要排骨跟这个搭配，不可以，我觉得不合适不好吃，要按我的来，我怎么做你就怎么吃就对了。哦，你自己给啊，这就是在顺德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所以你看家家都是私房菜的，就是说你不吃你去别人家你就吃不到的啊，就只有我家有这个啊私房菜啊，顺德就是全部都是私房菜来的啊，每一条路了。对，他不是一经过就拍，他是定时自动报警，就不用说旁边啊、不用说旁边的人说啊、要有热心人士来打电话报警啊，那个拍到他就自动报警了。警察学校，他那种智能就很大的，就是不像这种，他那种就是新一代的。
啊，也不是，就是他会，他 AI 会判断的，也不是说你随便在那里，就是你看聚集在那里啊，已经有那种啊。所以呢，以前那些人一出车站呢，那些阿姨就盯着，跟着看着他，这个人一看素质，这个人一看素质不怎么高，两个阿姨就后面是这几年开始的啊，这几年开始的。所以在中国呢，如果有的人呢，你看到人家抽烟呢，啊，有人劝他说啊，不要抽烟呐，对身体不好啊，很多人他会怎么回答呢？他说，哎呀。我在为中国国防做贡献，你不做贡献就算了，你不要阻止我。就是抽签，如果被抽中啊，就很恐怖，好像要干嘛要杀头一样。在中国呢，当兵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我中国吃不到哎，那榴莲在中国也是贵啊。还没有大规模，因为海南的气候其实是可以种的。啊。就是对啊对啊，像是可以卖的，对啊，很流行啊，像深圳很流行去吃那种，他们今年的新的餐厅潮流餐厅就是榴莲任吃，啊，就是吃自助餐啊，新开的，今年新开的任吃榴莲的自助餐啊，也不便宜，400块一位，对对对，用它来包鸡，包老母鸡，你们没有吃过啊、哦，啊，是啊，回去试一下。不要用榴莲肉，不要用榴莲肉，啊，就是你们是拿壳来煲汤是吧？我们是用那个糊，我记得没吃东西啊。种子啊，那是用种子。啊。我现在喝我就是喝美式了，一点糖我都不加。我就是完全就喝黑咖啡了，啊。不会黑咖啡。军队。啊，好的，这个。哇，军队来了上面。学校也是。眼界很高啦，啊，啊，也不只是，其实最一个人的脸呢，一个人你看他脾气好不好，或者你看这个人就知道他好不好，其实相由心生。客家人是很恋家的，走一走，停一停，想说啊，等这个战争过去，才从河南、河北这个区域走到广东。那广东来呢，好地方，广府人住的。打一仗啊，打不赢，人少啊，然后又看这个潮州人的地盘。跟潮州人发现潮州人呢更加团结啊，潮州人很团结的，更加团结，又打一架又打输了，然后就住在山里面了啊，所以叫做在这里叫做逢客必有山啊，逢山必有客，就是在广东呢，你看这高高的。